几天就正合适了。对，老师稍微往这边走一点。哎，好，随意一点啊。好，回头看啊，这儿啊，等等，再按一张就可以了。要是被别人拿住，自己人拿住得不到，要是被别人拿住，那就那得多客气。开始。祖宗们，你们吃好喝好，有啥事就托个梦。要是有啥金银财宝，给子孙的埋在那里了。你们就回来说一声，一定一定，子孙得不到，要是被别人拿走了，那多可惜。干！干！干！你还认不认识这个姐姐？沈姐。啊？沈姐。沈姐？哪个叫沈姐？谁说沈姐？叫选姐。在选你的时候。在挑你们喜笑演员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就在现场，然后他在那个，他在众人，你们这一帮小屁孩里面，砰当，点了你，点了你一下，你就金光闪闪了。啥金光？金光闪闪，你看你，你看你。没点着。没点着。没感觉到。我是用金箍棒点的，你选不到。选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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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导演组的领导是他吗？当然，他是最大领导。什么呀？导演组的领导当然是导演了。你瞎说什么呢？小心待会儿他挨揍，我告诉你。挨揍的是我。挨揍的是我。我出。行了吧，不能乱说话啊。啊，脸不能摸。说。我有妆。有妆，不够。现场是。49。这个。那底色呢？可能哦，就是老陈能打架那场是吗？那个好像我只有两句话。怎么个打个？怎么打个？是那场吗？不是。啊，闹拳。哦，闹拳，这差的比较多。闹拳。就这差的是的伤心，这是伤心。会，可以，会的话陕西话，偏向偏一点陕西话啊。So maybe we go back.Fuck! Oh, what to do?